我就退着看啊。嗯。咱们是在录像了吗？在录像，在录像。这会儿才刚开始录。但是这个也比较光滑。对。对。这治疗后这个治疗的。治疗。嗯，他已经好久了，半年了。半年。有了吧？是的，从建模开始。看什么？对，从建模开始。有值班吗？这比刚才现在清楚多了。具体的内容。这可能像那个。这个是这个溃疡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点像。这下面吗？嗯，这出来了。嗯。记录一下就行了。我再去把那个叫什么。